俊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？俊，你有听到我讲话吗？俊，这里应该就可以了。大猩猩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你有东西要给我？甚至带我来这里？我当然是要给你能够帮助你考试的秘密武器啊！帮助我考试顺利的秘密武器。 你该不会……我拿侯子杰下次模拟考成绩跟你赌。嗯，如果他下次模拟考成绩考到70分以上，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就算？那如果他没有做到呢？他如果没有做到，我就离开哈佛，再也不教书。俊。 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这一次真的不能再作弊了。谁说我要帮你作弊的？嗯，而且你有作弊过啊？以后不可以作弊哦。嗯，我已经反省过了，所以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啊？ 这是我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会带在身上的玉手，我知道这次模拟考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要把它先借给你。借给我？可是它是粉红色的。啊，好了，谢谢你。 你不要不相信，这个玉手真的可以帮你度过难关哦。嗯，真的很谢谢。心意，我帮你拿。哦，不用了。 没关系，交给我。来，先把这个东西放到车上哈。啊，你不是要拿？你给我干嘛？真是鱼好呆，问那么多。你们两个慢慢来，不急哦。黄老师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嗯，好，你说。 我一定要把握吴老师帮我制造的督促机会。其实你也没有必要离开啊，我们就算没有结果，还是可以当朋友吧。我知道，只是我觉得让更专业的人来带领哈佛电竞队，对学生更好。我明白了。 而且我一直在里面这样晃来晃去，你应该很难走出情伤吧？所以我想说先保持一些距离，这样以后见面当朋友比较不尴尬。你就是这么果断又温柔，我才会这么喜欢你，而且还这么体贴，连我失恋的时间都想帮我缩短。 抱歉，你这个好人啦，我相信你值得更好的爱情。等人就等人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？好。
你在等暗恋的女生啊？不是，那既然家里姐那么照顾你，那再让回来之前，就换我照顾你了。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不怕，而是虽然会怕，但还是会勇敢面对。你给我三天的时间，三天的时间我可以让你脱胎换骨。动作。 来，现在水果跳楼大拍卖，哎呦，紫乌龙果都有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你让我看着你，你的侧脸很清晰，我控制不住呼吸，直到僵局。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，曾老师对你们的爱护及关心，跟王老师是一样的。我相信经过今天，你们应该有感受到。还有这一次的惩处会这么轻微，是曾老师在家长面前挺身而出捍卫你们，才跟学校争取到的。这不就是我要的爱情？想和你从天问聊到。 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不愧是警察，什么秘密都瞒不住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好奇，就是我觉得曾老师他不是一个会死缠烂打的人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么绝？嗯，因为我觉得感情不能模糊啊，既然没有那个意思，就不要给人家希望。那我有希望吗？ 你是一个好人啊，我相信你值得更好的爱情。我觉得好难过，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谈恋爱的经验太少，你就多失恋几次就不会这么难过了。不要。 看来我根本就不适合谈恋爱。哎，不然这样，我教你几招把妹的技巧，怎么样？我才不要！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离爱情远远的。增加传宗接代的这个任务，就要交给你。拜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。 好像可以哦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
之前跟你讲到这件事，你不是都会转移话题？为什么你要继续游戏人间？你今天怎么这么爽快就答应？因为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可以让我结束这个游戏的女人。我们两个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？因为我们很有把握啊！啊，很有把握！我跟你说，这次的模拟考，我们一定是烂到爆！既然知道了，又何必要紧张呢？哦，这就是对嘛，开心点嘛！对呀、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辣辣的，不行啊！我怎么可以认同你们天团的想法呢？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真的要变天团的一员了。不管你吃或不吃，你已经是天团一员了。哎，吃吃吃，没有得吃，吃。拜托啊！这一次一定要校排100名，数学70分。这是我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会带在身上的玉手，这个玉手真的可以帮你度过难关。请你保佑我，一定要度过难关。这次模拟考的成绩跟校排名已经出来了，曾老师。我们这一次是不是考得不太理想？总之，我念到名字就上来拿成绩单。周玲玲，老师，等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不要再自说。找老师什么事啊？老师，我知道你是怕我愧疚才装没事的对我笑，但你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不好意思。什么装没事，是本来就没事。你在讲什么外星语，老师都听不懂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这次数学没有考好，让你失望。